刚加盟乐天女孩的韩国正妹李多慧一登场便掀起相当大的话题，几乎成了中华职棒赛事焦点。不过除了新同学之外，乐天的啦啦队女孩本来就有多位女神坐镇，其中长相甜美的梦洁 IG 上分享许多现场姻缘的画面，一段超火辣的跳舞影片吸引上万网友目光。只见她穿着黑色制服，短版小可爱配上皮革材质，整体看起来性感又帅气，迷你短裙露出修长美腿拉翻全场，影片累积超过 1.3 万人按赞。